今是前克隆东堂，新扎个大起来，王老三叫你报个参谋部队，在那个吊桥米浪乡，当时一发动，出人进人一来发动，得到五月发动，参谋吊桥几乎难忙的，等到天亮着，出人进人要计划，叫米浪不能够过。大家在那街头看，人越来越多，毛头头看上去啊，总要人头五六百。那当中一个人还来，就是包太三句，看得清清爽爽。要进惠州去回复孙金山，镇上摆渡嘛，孙金山眼头的。哎呀，金寨上向上当起他，人多啊。你弟兄只有三十六，你我三十七，白腿小猪不怕龙羊的。今朝立的不来，看上去要对的的鸡。马上就关着两个弟兄，一个叫狗头军师，还一个叫蒙古路的诸葛亮。这个两高头呢，是为了动动脑筋，能用用计的，是很无伤的。海里都想的检查出来，哪样子能够一杀不动？狗头军师到蒙古路里诸葛亮商量下来嘛，定下一点计策。说老大，你还能够稳上脚呢？假使你能够上脚呢嘛，你有点计策是的。你刚刚看，弟兄一分粮去稳了两条特务。那老大上脚面，那脚面上像水桶水嘛，两条拖地兄荡上来，荡上来辰光是厉害，要受损失。天刚当来的呢，天刚当来的呢，那里都慌。脚面上天刚当个面，天刚当闺蜜也是天刚当，今朝天刚当不知来几何，慌一慌，搂一搂，趁这个机会。你是可以一杀不动，孙金山一听嘛，嗯，给他计策不错，说两位兄弟，我们给他叫耍个纪念，叫各所当兵之计，各种头名计策兵士那不对，叫各所当兵，在初派当时，能够想出各所当兵就蛮好，苦肉计了李文吉都想不出。军家当相当把不为好，因为人多要和拉水，不要那拉一切草武器飞出来和死钢人死呀死头，科技把不追死钢人，那么弟兄都去，一部弟兄们把头到队伍嘛，谁那个样子要吐我了，问那个领队一下，谁让邓老大了，叫他老大叫米浪东水嘛，两条头当上去。圣经说天刚当我头脑有点的我虽然啊那还上脚面也脚掌盖背去背一个小马上来了哎呀走得后腰出背像风啊吃得的人啊母子跟母人们是马车子打扎了回到手上想起吃白去黑尾呵呵日不能文章解密，上解密不是什么这样棍子劈到水，拉一地棍嘛，如果王老三抽头也，那家的解密上一动水嘛，两家头荡上来，提纲当来个嘞，提纲当来个嘞，解密上被荡水的硬，不能个提纲当别了把那个荡嘛，谁往解密上用？革命提纲当，官命提纲当，谁往脚面上想来？革命不能去，官命不能去嘛？你都往黄土里想来，搿黄土里嘛，脚来个，第二点来个是木头，捏塑压龙嘛，泥具石石呀，不来上，经过靠上几个里头就会出来，只听见咵一响，马上避开会来得及。不让我比
金管靠上去嘛，这天天夸家来沟通一个去哪跟人家和汤都是讲哗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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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离开边界了，你不就会了，一定是了。你在做王，好，你想去做把，你给找谁顶在做把旁边嘛？让口心不打。圣经才是关键的个，我五圣经方面被当水当台嘛，那你跟你马上上去接水部队，你的王庭一口嘛。啊，不得了！这个人哈，像我汤都是干活的嘛，真是个人命，分是个一点两点，几十遍人命讲的，那今个你为了得什么？我那个辰光驾驶机接水部队，把那五神经方面的人我再不去了，还是那不是破事，气个对你下不严重。我不是特别今天那个毛上事体没人顾的人，娘娘女子辈都拉发了我里当弄发你，跨地位置出去再说吧。王林马上会在受委受难的回到屋里向。那么我在再说一个天罡党，天罡党圣经说自己成功下来嘛，会在弟兄多把布斯米路帕弟兄四三分的。为的王庭屋里向一进地啊，人类可不是，没法分四人，上二岁是一个，跟余中人吃到几步三步，还有一个跟岸上的也进，以功夫身配合，吃点上脚，贴点上脚一个，样样没进的谁啊？就是个圣经这一口嘛，王庭那屋里呀，哎呀，你来分分，你那个继续去部队。这个样子，俺都我不打算去，我不来过，跟你不也去过？你又读了要一点的乡里，你要打王庭不要打来，没有其他弄法呢。不是啊，圣经才出个旨意，两龙门人代表那个的风军，带那些吃出两件故事。一方面想办法努力弄出来，那的风军还不出人。王庭想来想去，但吃官司啥人气？但吃戏剧的人气，但吃官司没人气。一想嘛，想到一个人，一个堂堂兄弟，叫王乙，还是人蛮忠心，蛮老实，啊，但是有一个安排病，啥安排病？鸽子，也是要紧，也是讲不清爽。也是急，也是说不清爽。为啥王姨，你代表我，你在上面去等你读了下来，想你到王庭们，你是有受王庭上司建议，不听啊！别弄来到干嘛？我们就想关来起来，没得定心。关到街来里面，天下最牛饭，落雨顶阿山，正高当菜嘛，弄来街来里想摆出来，总归个故事吃不上的。王姨一口答应了，让你去。圣经说，当时一个队呢，经验丰富。到王庭刚来封军，还有一个东西，谁要经验用动力的？地方上有布塞，给他地要八平，地方八平最便宜。王庭说，动力嘛是金家里想用得起的。弄四个字用乔装台北，本是周三一年，准备大作门票军队，再给他昌明那些地方，只让满意。一张影片是勾起的，一口嘛，泥巴的样，名字泥巴的样，算人搞，不搞闲话，一个岁数两多四斤，为什么？一个东西金家里，得人人来与人相争，我到东里打金家里做事体呢，关在顶住八度，八度肉、中肉，通通在集中起来。
巨人，好，你家人通通要聚齐嘞。等到敌人全部聚齐嘞，在我北门的江州去，有两个聚德沃的啦，在聚德沃的读书啊。你后台里哦，吃姜汤，不要紧的。五个军人我吃，四个都比较棒，神杀头，一个太阳里像一个洞。都比这个往来谁的是心思我事了，所以你不吃事。各地方一口门个跟五个人，哼，谁是大户？谁让你地高上想，地方上想，五个不比刘邦富来？这两个的专门做瓦石器，一个姓汪，一个姓施，一个姓倪，一个姓楼，一个姓王，有往来谁？并龙人叫汪施倪楼王。啊，四个龙洞上的当时王氏女的王某一个人民姓没最我心里听得到，不不是你想不谁你那听不到，发了一点神功句我还说的了，然后也进龙山楼梯，地方会在后期啊，我四人盖一盖门，盖到地门弄开了，金家的乡里地我人让往后区去走，嗯，你在后区去乡里。不如老想运动去，嗯，要去运动的适动力。我外在身体的方面有一个同仁叫阿怪，看得清清爽爽。现在五两人民已经举报了，要请一个批的奔到洋洋公会里向，外风外来呀，正常摆渡。四个龙东上听见嘛，暴跳时来，为了得五两人民，搿是头回去。马上就观察阿怪们，大哥要紧张王庭地名，这是个更高的是你的家族。阿怪吃皮驴，结果要回到屁股了，忙着塞囊囊想来，想等五月到后去去三年去，咦，要过第二天辰光，不娘里过了把头过去，大概把塞囊囊想来，看见。五月后去乡里往外走来着，要进我家子拉丁，上去八个，十同五个老爷之命啊，要进来投了的第二家乡里五两银子。五月投了要一听嘛，想不落的，但是即使宁波，也是即使宁波是宁的那只能当了。上次人官运不好，学习乡里，吃俺们乡里，住俺们的也乡里，像是乡里上的哈，哪如讲明明一回来讲五的，这个有啥办法？马上就吩咐调调乡里，但是往正点点来，那金刚乡中第五名，动力不足啊，看见差人过来嘛，才能睡，真的。人票，李大德老要讲这个假扮用大东西，虽然五月分担是，因为十大假子实际是没当，你十大假子你扣起来没清爽，给你一百五好，给你也是一百五，再扣进，再打水东西，十大开的厂门第二家么地方上来走走，定价出价。下一张布子，泡好一杯牛泡肉，你就比他这里向身体十五斤嘛，晓得了啊？在地方，到地方，到地方啊！哎，来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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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接头了，接头了。老弟，先给地板，买你几头了去的？你是地方？也是个。还是真身还是复原？外边头来要写的是真身。王八蛋，哎，怎么样？王八蛋是怎么样？啊，王八蛋怎么样？搁里边去。哎哎哎哎哎！在你的旗舰上几百人打架啊？为什么不到衙门来报告？跟你有这些。五条你们鸡高粱分量松，要想分地分量，把那地方鸡高粱吃了去，那啥就不到俺们里向来报告来错。
你是过来报告我怕差人得啊，祝兴相当大的人工，儿科之罪吗？啊，门开厅，二个一十不塞，特半年不能出场，来公事，啥个资格嘞？哎，外边的来呀、啊？嗯。现在本来事业的生意，俺们就想来办个人。妈妈为什么不来？我刚刚也听什么，你到了要提前确认。哦。他后去是三年了。嗯。我说你来着，要确认么？你办也够点钱。嗯。你够得点钱不？我前面两天你才晓得。那么现在我们到人家的口干，口见都来就是理理解是八度的，所以说前面两天你才晓得我发来病了。你开我百度。口见的八度。好 啊这个黑菜这个男的故事派去叫他苦我爸的我的不要的马上是归着你做事想念当初想念来跟你做的经常和经常的地方外籍滚一部经历算你讲不管爱我一岁时经常离什么但是一部经历也帮忙的带过来一个一个是你厉害是你们让你维护的兵打来一接顶着冯打来一次你叫我够四在你来你当中那是你楼是你三星之位是做了文事往来三名四星之位是你他样的我上一次一乘一分是你乘四分快帮忙们帮上然后给我的想听不是帮忙帮忙帮一个事我那个事没上一次的没你这次各种眼睛做我兄弟一口把棍子你没有棍子的还是棍子与凶器与凶器与天罡党金刚里向与文亮没上一次啊这个测试都在你测了个都在了那个赶紧捡那个啪啦啦掉我去跟个捡我的我就像一种魔杖上做出来市民啊的跟魔杖上你让你去不打个事冲了冲冲了冲冲了冲哪里个跟魔的在腐烂来的人你像个魔性子说出来那也掉起来啪跟狼像一起魔杖一起打金刚的发大告你掉我去我就像个手姐们弄我的狗手么狗子手三为分他你我是用光他将就马上手三浪上破摸上一次本高的巨鱼都是摸盖子不用怎么一个怎么一个都破的巨鱼不当的破摸上一次这个摸上来他经常的谁打过来的一直是七斤嘿这个一个是一部军队这个连杠子这还没有难也懂得要封一个啊听到了你父亲想唱这个嗯你这些的呀这是已经破呀今天当上五个灯那么那黑的父亲可又不能给分你的只好过来到四派旁边嘛加上你就是用眼睛闭路黑的父亲的眼睛闭路嗯那么跟你说是你飞不离口的那是你一个一个往飞去飞啊到了你哪哪口见啊我上一次吃你太阳的一次你分身你真是分快啊到了你啥带啊就带了不带要么来用眼睛啊闭弄了这个一点不错一点不错跟眼睛闭弄之后我会再出去呼吁要跟地命师干这个来啊啊这个带王林大王林嘞，正大王林啊！王林，大王林，王一大等呀！大王林们也出息了，来这，唱你一口嘛！一些王林你认得不？你们还弄出王林出来？但是金家的总理还没出息来弄当的王林，这个等得不啦？王林大。这个带上来，哥哥，今天怎么了？到了要浪上队，先你王八蛋，哟，好嘛，这时候又推冲了，
王一接到来要，这出去买队的只有得银，弄三弄星期上来给我讲不理解，弄这个王一出来的，是这个本身要王定啊，不要王一啊，哎，没准都来要到王定，那王一的说的，没准啥爹娘啊，是是亲生，哎，都来要代理的，王定是我阿狗，我是你兄弟，你也要打，打我家里一样的。哦，吃了，把我这个弄心碎，我讲不理解。那么王定呢？王定吃茶，啥叫吃茶呢？那从你古掌茶里出去的，就叫吃茶。是哪一个差打出去的？你不提古掌沾不出来的你。也吃都倒好。这王定的正刚去看两个人凑的。哎呦，故事配去啊。好，就说看两个人凑几个。离不近乎要吃多少好去看醋两个里一张三十几虽然看醋两个里三十几查理吃几个人离不近乎你还有本事马上弄起店出来是威胁呢更有动力去王爷你们为什么带领天荡荡无赖光棍啊抢着人家葡萄打死无人丢在水中啊而可吃对吗怎么了那些不是喷人啊也是一块人去喷人啊弄起来的说你要做的那个决定兄弟提纲当分做了还拉了你根本不杀个提纲当与提纲当你要做了我听不得他大卫哪门在手这个把他带回衙门啊擦啦一点一点一彩宽一手门个王子多的啊狗当我刚给了你下去真可怜一点给了你们啊送那份气息本来我们才不想过给了你们不想过我们是不想想的啊屁啊就用来同你顶老师多人啊前两年故事写出来跟我们王一样的都得要报了兄弟你啊来日大雨一直也刚出来对这个你就都来了你要多人啊你又想你说这多人啊啊跟他们是多人出来是然后的兄弟也会得刚出来跪在大拉比浪上这个来啊带事情大事情嘞正大事情是大口子啊离开地上不哭泣场面开始因为谁都是金家的同意谁帮金家的没叫他不哭泣啊金家的分量水和轻松与绝哦叫不是你真家水不哭泣是更怕以内的这些他两三的最后你不记得啊口子啊口子哎你真的看那个阿贵以内听见了狼要打口子哎呀不口子讲金刚像要轻松跨地两个去拿个大事情出来你是聪明要去一个皮里奔得给他解脱们一口一个来跑这让不骂不理哥哥好吧啥呢跟我是部队老乡的阿贵不理他哎妈妈好吧来那吃啥去给他你把容易来啊现在做个扣子你把容易做点扣子啊怒口之外就这也不满哎呦还不能别说你不是做口子你也是搞的这个口子啥的那么刚才你听啊
这个上这个走什么这个有我也知道父亲这个鸡啊以前你又走了要念会在大事情那事情不嘛我想还在那那上去啊这是哪个米字啊不能提纲当科萨的出门的啊那你是没有让解放的前奏解背你不写这个告诉告诉哎这是哪个女子的姓王哎不能提纲当科萨的那么要紧张的王的地位啊所以在那场去几乎那本来我那时候也想都不定呢因为分都大啊跟着你把我你们是挺厉害挺厉害哎跟着我去私立回来了那个蓝西部是然后是那些五八两银子啊这个十一月本地在那上去那个啥五八两银八两老西部是老西部是干嘛你都哎呀拉不还拉你可装起私的呀不合公平呀哎就是你老们你还到公布下来撤呀啊啊啊啊哎快快快去你来来来来来让见识孩子啊那那总理来来啊哎你把公的身体一扛去去快快快啊不要紧当当当奔到这的尸体大这两场你可不能踏步孩子不念本的弄这事情出来解放军干的老头子那你都上了分钟上下了哎你一激动了你就会比遇到孩子不念分清洁哎等等等等等等等哥病怎么了事情大把他带上来瞧瞧瞧瞧就怎么了这这这都来了让让的西路王母鸡都来了可离哎哎老婆子啊本县有个副庞大大会你这个王母娘娘来干什么呢啊那能说是十大了都剩下西米那门口的一个十大那么什么姓王母名高的很多西路王母我也是一块子俺叫西路王母那么老婆子你来干什么呢那因为那位女子姓王不然你真跟你讲进个提高当口舌头的时候有进帐子到王定地名给你们来这个考虑嘿嘿跟来他你记不得你拥有的要进我不忘记的因为你是不能提高当口舌要进帐王定上名这个这要进没考虑不晓得那边考虑拥有这样老大强老婆子说话不能够胡说八道啊什么天罡党地罡党根本就没有天罡党你儿子自己不好几个人打架啊掉在河里死了有什么天罡党地罡党罢了罢了人死不能复生啊看你年纪大了马马虎虎这个过去认一认哪一个是你儿子啊那他也是一法庭的了今年你罗列这个女子啊也是一块子罗女子你也还回来跟罗列姓王我不晓得我跟那他慌了一个啊罢了罢了人死不能复生你过去认认啊哪一个是你儿子啊这个好好干了回去美观清廉去吧啊上门了哦我死高不如那份小康的谁贴贴去呀啊也是一块的这个东西阿伯的人又上次当不如什么当那么屁的嘞不上次当的这是不是那不亮出来身边去磨车磨翻磨翻你把东西磨出来了往这布置上上一放呀懂了呀懂你把农民马开姑爷的马夫了要么那是高兴嘛你能夫来者哎也是一块的为啥不来这意思啊你说这个出母家的不来这个为啥不来啊怎么样怎么样哎哎病都不来这个是告事情王大的我抓起来啊抓你不抓人这个当场就你的公文之内还是水银那这个来他还是啥你告诉当了本个是屁的来嘛别抓在亲戚家跑他两次关注你的
让大军是老的，阿贵是不知道这啥人武器。像那个杜明啊，他还多了不来，这不就怪弄得了，晓得？个个有啥还不来？阿贵心里想，没情商，我拿出来干事情，如果不离都做老是为了这个了。这场故事吃起来是不得了，什么要正打得了硬桩子。那么我有规则地方，起码我去磨了，耍个磨了，是一种比较古代。我五个是排放武器嘛，是一个古代老乡才是记一记，不听听啊。因为故事为分旧，只而作新的，为啊重新开古复你的，所以既然古代老乡。地朗向四节三三规律，那么第二家米朗向来个头头的，那么对海的人不够水，那么谁那个神啊来一来，上一来嘛吃的你精神啊用了八种神女可以够第二家两周被第一个嘛这样周三一切战局下得来门通通在外头，你就要走哪门呢？那个王爷一旦要大走哪门，再来了啊！吩咐回衙，都来要为哪门呢？北方的相互啊起来口虑吃不到，因为王陵啊改了动力的带一张歌谱吃不干你下意思，王陵送了你顶海四菜一汤啊，到什么方位都送得起，没事故也吃啥事也吃嘛，高家外还对那个人谁别个不能够吃来，想你为衙门呢，总有一个规矩，街上要摆一把衙的，不如是出门的。大衙一百十万手，大师嘛，身体受定了，马上去那个四衙去听城，罗长就刚不理听，四衙一听嘛，好不干。对女友讲动感，实质呢不能够动起，搿桩事难过不了。你们不拜，这下难得命。不拜这些两方面对称都不够，本来喝来喝去没有赏识的，搿件事不是啊。你还弄到手机不离去上当米的哎，你有马上飞车哪里都真的是登峰为必备大事，要听见王丹夫腾真梦见苏州府，苏州府听见个张继嘛，对五月口口没门开心，自家晓得个白菜还不够，弄到我头上上来，我是是那上司，父母呢是我个父辈呢都发愿意，那么后来哈就往是我还有上司哩，可么说关系啊，有心托来帮帮忙，一到上有门去见父来去吧。好，今这两头一副斗气蛮对的。
风起双双玉门山，大人相亲把话听，虽然还问一几句，很受惭愧送恩心。富来的人心差对面就是差就差的人，所以张国生的门上听见个张起嘛，叫上面孔还会不会落口才就听真切金，大人该是也非亲，一般是礼貌体国体金女，一般是爱我体调众生金，乃挂手机风有一方云来记录，你都弄不弄？根本没生哈，观察到外周期通量上来，该张队本都有利息。手机风有科技负担发起凶，想进来买牙坑，怎样来你不要紧？果是外周妈妈们通量上来，夫妻双双通量上。刚一来，那个从二十斤到负担是一样，跟负担哪像？晓得女生就不会啃五斤，扣上去不要各上各得弄得来。两身斤，比双子身，怎么是你不能负担太重？女生就难啃五斤呢。到富德上面的五月一来搞那黑，搞五月视察之谁？跟那个张上是富德镇的，富德南边的镇上嘛，一晓得哩。那里这两年来看啊，老是江湖上要上当员们，农场是穷的，一连上员们来打农场去。我们老是上当员们，我还把你拼对拼对，哪样是判断了能够两全其美？不晓得富德那个呢是不会上鱼，明来在洛阳都在这个地，哪里的上鱼们呢？那他们理由呢是要阿富汗的两个的相对比较，如果张不行要避让鱼们呢，何为技术？